就那个吃的铝把声速调成这个铝的声速啊。现在先进行一个声速的反测，怎么呢？先找卡尺量一下这个位置，量出来是0.94。现在咱们拿这个仪器来测一下啊，用战略回计来测一下，测的是0.96。按这个保存键，把这个数据冻结了，咱们把这个声速啊，把这个厚度值调成0.94，按下 V E L 键。这就是咱们那个反测出来的这个铝的声速，咱们现在测一下，测就0.94。这是单点测量，测量是比较慢，但是这个精度比较高。咱们可以打开这个扫描模式，进入菜单，这边设置，扫描模式打开。这个测量就比较快了。把扫描模式关闭。